下去他那个吗？我怕万一你不打没仇恨，你也打一下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跑跑跑跑！他找你去，然后你拉他，然后让他再来找我。OK OK， 他会找我来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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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保持这个节奏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猴子发呆的位置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比那头狼还好打，狼还要卡一会儿，不然的话脑子都不会。狼那边不也是个那个？狼还有楼梯，这里啥都没有，这里距离非常的近，这里只要瞎打就行。我觉得他的皮肤暴躁，这个给逃课用的。这个狼队也是逃课用。我觉得极度暴躁就是让人跑出来。走了，可以，准备准备，小心，你去拉一下他，然后再走，他找你去。你要出去一下，勾引他一下。我知道。嗯，不要打，不一定要打，你看他有动作就行。走了走了，可以，他看到你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只要看到他动了，他动了就代表他已经看上了。对啊，这不就是假装吗？啊，他好像没，好像是狗啊。不要动就行，你可以这时候看我直播。看直播，也没事，哎，是吧？打光。我在游戏里看我的名字。对啊，你在游戏里啥都看不见。你就看他整个脸被我扎的像不像长胡子了？行。找你去，找你去，找你去。啊，你这有延迟，还在看直播，还没过来。不是你，游戏流他已经到门口了。对，然后你过去就走，你不用射，不用射他，你就看他一眼就行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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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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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犹豫。对，然后他就他要出去打你，操！还行，我跟那么远。对对对，你就拉车就行，然后他过来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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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肯定来我的对角线。哎呦我去，又可以开直播了。这个连击打法比大炮自己打还舒服点，大炮自己打还要各种操作和摆机关，这连击都不用动脑。这个猴子比那个狼强，应该是我们现在掌握到技巧了。就卡到个打就行了，他死上面虚弱，对啊，完了空了一个，
对。哎，你先别给他最后一击，让我过去捡捡材料。啊，你先过来捡吧。你去哪里了？逃课，逃课，逃课打法，逃课打法，天下无敌，我操！我想搜一下，看看哪些地方有材料，然后按那个按。没事没事，没多少钱，都是垃圾。我还没捡东西。我还没捡东西。出了个护符，你现在可以捡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三十秒可以捡。哎，这打法简直就是搞笑的，行，存个视频。